哎妈，我对我妹妹真的好好，我给她买了圣诞礼物，然后还发了照片给她看。姐，我要这个妹妹，你要什么？钱。这个妹妹呢？我想要新衣服。要钱最直接。我没有新衣服穿。要钱就可以买金。我可以把衣服给你了。直接的东西。直接给钱，我要。一个都没有，再见，妹妹好。